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记得，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。欢迎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乡亲时代大家好，咱今仔日咱甲文生老师哦共同，咱搁要来迄啰先爱心请安问好了，就随时自助性行销先讲你的芭迄啰香芭蕉芭蕉树卡的音乐会啦。是。好来。啊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哎，大家拢爱平安，平安第一啦。啊，我。时常讲，祝大家平安对无？哎、欸，我顶礼拜无啥平安，所以平安比健康搁较重要。对啦，欸、对啦，对啦。啊，过来伊即马就是爱心，我嘛要自助性行销一下，就是讲啊，即马这个中国病毒吼，继续伫遐咧请呀。你看世界各国，咱台湾哦，实在有影有上天保庇啦，吼、哦，保佑台湾，保佑台湾，互咱台湾人吼。啊，即、这个对即个病毒吼，啊，搁防治啊，即、这个阿中部长哦，啊，甲逐个咱台湾人民拢有咧合作，啊，着迄啰滴喙暗了后，啊，搁爱洗手，人济个所在，咱身体较弱个人吼，莫真个去安尼吼，啊，身体家己爱保重安尼。啊，来，你着讲你个芭蕉树卡音乐会。哦，是，伫咱即个11月17日下晡，2点至5点。啊，欢迎咱有兴趣的朋友，大家到阵来苗栗万里啊，这个火焰山山卡，这个所在我有种芭蕉，啊，要来办芭蕉树卡音乐会，啊，主要是我的学生甲一挂好朋友，啊，大家到阵来耍，安尼、嗯。对，啊，着你的迄叫环保的，足环保的所在就对啦，哈。是无唔对，啊，迄、那个。有3点钟嘛，哈、嗯，差不多伫中午的时候，我会休差不多半点钟。嗯，啊，煮一寡我家己种的这个番薯，煮番薯汤，大家来共同来享受。哈，以前人讲哦，这查囡仔你若唔开，落来你哦，过去海口去食番薯哦。啊对。啊，即马哦，若有番薯好食，你是上好命。啊是，无唔对，哎。嘿，啊，即马交通是要安怎行较哦，小可先啦。那透露一寡消息嘿，啊对，啊无到袂讲去。对，你讲要叫我摕迄个地图来，我煞阁袂记。哦，阁袂记，我去认识认识嘿，就是讲咱用嘴讲啦。若是赛车的朋友，对南往北来赛，赛到万里交流道，啊由即个北部落来，嘛是到万里交流道落来。3号的高速公路，哦，到万里交流道落来，啊，到阮兜差不多3.5公里。哦，安尼，安尼，若有赛车就近近啊。对。啊，若是坐火车，还是坐公路局的，要安怎坐？哦，火车较方便啦，公路局较少，哈。哦，好。火车嘛是坐到万里，有即个机工啦，吼，自强啦，普通车啦，啊，过间车拢有。嗯、哦，坐到这个万里。万里小站，迄落恁啊，你唔通买高铁的，讲要去万里的去往上啊。高铁有对阮家的门口过啦，差不多500公尺啊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。啊，袂当跳车。起来，迄个下骹人会更加关注起，嘿，搞起会较扭起，讲哎，为啥要关扭到转去？嘿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迄天就是11月。17，礼拜六。拜六的下晡时啊，为2点就开始啊。你若要去，就较早出门嘞吼。啊，去啊附近啊，热热烧一下啊。啊，对，附近有这个林草文化馆啊，树草，啊，搁有一个山卡国民学校，嗯，哈，搁有一个，较我湾里有一个叫做东里家风，嗯，哈，啊，搁一个就是火焰山。嗯，哎嘛，佫有一个花头窑，哦，即几个所在，你若较早去，会使佚佗一天。咱是讲是甘草，唔是讲蔺草啦。我是讲树草。树草哦，迄做草树啊。草树的树，草树的树的草草。啊，蔺草是北京语啦。哦，北京语，咱就讲甘草嘛。咱较早的人讲甘草呢，甘草敢若无啥共。甘草呢？甘草敢若无啥共。无啥共诶。无啥共。哦。甲做甘草，甲做草树的树草，敢无啥共。哦，安尼哦，我知。树草较长，啊，甘草较短。哦，哦，佫有分嘞。是。哦，我叫是讲，迄就是迄，
结果毋是啦。好啦，歹势啦，我甲你占较侪时间咯。咱即下咱来讲迄啰，你毋是讲去日本，去日本啊，讲拢拄着好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拢甲你介绍，带去买。哎，落去换钱的遐、啊、遐的代志安尼，还佫继续讲。东瀛之游。啊，第二本去到煞要离开东京嘛，哈、嗯嗯。我落去机场，啊，即等飞机的时，啊，着有时间啊。嗯。突然佮拖来，啊，着伊个有做免税商店嘛，免税哈，啊，着猛行猛行，哎，啊，落去看到一条迄个内裤带。嗯。啊。内裤带，因为上班的是一百摆，啊，一百摆用会着嘛，内裤带哈。虽然我无真想要用内裤带，但是一百摆嘛用会着啦。对啦。啊，我着去看，哎，看到一条呢哈，啊，我着甲讲，我要这条。嗯。啊，小姐伊着嘛真好啊，好啊，一条摕来，啊，着去拍嘞。哈、哦，嗯，啊，我伊个美金同一发号，同一票发票给你啊。无同意啦，伊无同意啦，有发票哈。啊，伊就摕出来，啊，我伊个美金摕出来，俾给伊。伊讲，我会记得敢那摕十几块的款啦。我算起来，美金可能是17块的款啦。哈、哦。啊，我摕20块给伊。伊讲。先生无够呢，嗯，我讲啊，是安那无够，伊讲唔是安尼啊，无你看较清楚偌济钱，我个十百千万，我目睭那拍到我来去看，啊害啊我，我减看一个零，差无偌济，那差一个零，一万八千美的日本钱，我减看做1800块啦。哦，啊那安尼爱偌济？本来我算差不多200-300块台湾钱，因为台湾买一条内裤带差不多，以我来讲，差不多100块嘛。嗯。一百块，啊，你呐，我算起来1800块日本钱，差不多200-300块。哎。哦，200-300块 OK 啦。哎。哦。啊。啊，结果18000块等于偌济？啊，不，18000块哦，算的差不多2300块。嗯。的台湾钱。嗯。啊，因为我是台湾人啊。来到恁日本啊，对唔对？未使让日本人笑讲，咱老人，嘿，那会才当生啦吼。对啦，呀，你客气骨塞。较贵，我嘛无法度，啊，就摕出来。啊，都认出来。嘿，嘛是可以。钱扭未出来嘛，爱强扭出来就对啦。哦，无法度，嘿。啊，毋过有迄价，台湾来讲，迄作用的呢，啊，搁迄个拢永远拢。雕出来吼，永远拢敢那新的安尼。啊，实在讲，这么贵的内裤带吼，我提顶个台湾，我嘛唔敢咧用啦。嗯。唔敢用啊，因为阮丈人是伫这个电工所伫上班，嗯，做科长嘛，啊，啊，我就讲啊，无干脆啦，我这条这好个，这贵，唔知好唔好，我唔知，这贵。好见丈人吧。啊，对，这贵内裤带吼。后来送好以后啦，啊，当然又有较欢喜啦。对啊，我这落竞赛安尼，你看戆竞赛安尼去日本安尼洗一可怜长，买到一条貂的啊，这我的竞赛送的呢。啊，人讲哦，科长你的内裤带这水，这我的竞赛送。哈，对，一点点，点点在伊的朋友面前吼，等在等因哦，因竞赛什么公司做什么，因竞赛什么公司做什么安尼，嘿。啊！你就安尼行路有风。伊拢拍摄家己遐朋友讲，哦，阮囝仔戆戆。无啦，戆囝仔毋是戆戆啦。嘿，啊，人个去迄落去日本拢嘛买规箱个冷锅转来，日本个冷锅足好食个啊。无毋对，我甲你讲吼，我伫台湾，嗯，去美国以前我毋捌食过冷锅。阿姨，我毋捌食过恁个。较早是爱破病才好恁个啦。破病嘛无啦，破病有时食卵啦，哈哈，哈，你咧做加菜加一份卵，迄个算真好啊。对我来讲，我伫去美国以前，我毋捌食过恁个。嗯。哈，我嘛毋捌看过恁个啦，实在讲，毋捌看过哈。我可能看到金蕉啦，哈，来啊啦，来就金蕉啊。啊，金蕉啦，啊，伊个柑仔，嘿，对，啊，王梨啦，啊，芭乐啦，啊，以前啊，芭乐嘛无即卖，迄落泰国芭乐才大坑嘞，啊，本地啦，嘿啊，拢本地迄较芳个，迄落细粒啊，嗯，啊，因为我去美国伫
像哈尼话，因伊公司的中道等吼，因拢有足侪款水果嘛。啊，我毋捌食过恁个，哦，啊，所以每一顿我拢家摕起来恁个。夭寿，哪会只香，搁只甜，啊，伊搁毋免下肥呢吼，伊种呢，敢若有试过啦吼。啊，我看外国人，因就拢安尼，伫遐压力加落，一直食，一直食。啊，我嘛对伊加吼。啊来，转来到日本，我买日本的时候，我就去买，因为台湾无啊。啊，佫足贵啊，吼，足贵。啊，就去买两盒，两盒的零五，一盒敢若六粒，两盒十二粒，吼。有够重的，足大粒的哦，足大粒。啊，对日本来讲是真俗，对我来讲算，对我来讲是真贵啦。但是比台湾哦，比较起来是真俗啊。我就安尼挂两盒转来，足重，差不多十外公斤安尼，足重。啊，来到台，转来到台湾，去外口一看咧。伫我出国这两个半月内底，台湾开放进口，进口，进口，你讲。我去市啊一看，满是鸡拢是进口。有够头疼，无采个寒干呢。无，你还讲我这无同款呢？我得经过寒的咧，寒冻啊，汗臭咧。是啊，我想讲，哎，是安怎安尼？时间无久啊，才两个半月啊。现在满是给拢是恁个进步神速啊！对，啊，真出名。结果加关就对啦。啊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啊，你安尼，这比这个算日本游安尼算起来嘛，不只啊轻松。这啊无啥物代志嘛，去拜访朋友安尼啦。拜访朋友啊，去迄落名古屋四国安尼行咧。你有去欧萨加迄落？我袂记哩。即个日本朋友带我去什么所在？伊敢若带我去皇宫啊，什么所在？我袂记啊。嘿啦，安尼，日本着游煞，游煞，你怎啊，搁要继续要去倒啊？我第二年吼，第二年，因为阮公司在哩澳洲，吼 ，Australia， 哈，澳洲，伊一个超音波的一架机器，一架机器，我顶边捌讲过了，阮的超音波是拢用一个接力。伊个油吼，去抹个腹肚个，啊你伊个 sensor 吼 ，sensor 才去看吼，啊去带你澳洲这间公司个机器吼，是真大台，足大台，啊内底滴水，啊迄个你若讲有大腹肚个妈妈吼，会拍个，拍个水，拍个迄个水顶管，啊伊顶管是个敢若就。甲咱属于薄膜，啊水也袂。啊，安尼袂去跌着囡仔。袂，伊下骹拢干干下嘞，安尼较爽快，安尼去扫。啊，我就是去学去这间公司吼，去学一个机器的保养。要去以前，阮董事长啦，是董事长的总经理吼，伊就甲我介绍一个伊伫澳洲的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是澳洲大学的教授。我去澳洲这差不多六礼拜，六礼拜我就住伫这个教授因家。住伫教授的家吼，暗顿，我嘛甲因斗阵食饭安尼啦吼。住伫因家咧食饭的时吼，哪会遮济好心？伊迄是澳洲人呢，还是？啊，台湾人。哦，台湾人。台湾人去澳洲做。澳洲大学的教授，吼，食饭的时候，我感觉哪会这处境内底足济好心，这食饭好心都赶袂走，像种拢一二十只的好心，像背咧安尼。哎，落大坑乌乌头的，真大只。我就挡袂牢，因为咱歹势甲人讲，啊，恁兜哪会遮垃圾人哦？歹势安尼甲人讲，吼，歹势安尼甲讲，我就讲。诶，安那有遮济和弦吼？伊甲我讲，阮澳洲的和弦吼，拢足清气的。我问讲，啊，啥物清气？阮澳洲的和弦吼，拢干咧食啥？食牛屎。啊，食牛屎拢足清气。啊，我问讲，啊，牛屎是安怎讲清气？因为阮的牛拢食草。啊，草清气，所以牛屎就清气。啊，所以和弦食牛屎，啊，所以和弦嘛真清气。啊，所以讲和弦斩过，你也食嘛，原来足清气的。啊，
迄个时间，即马我唔知影即马澳洲是啥物状况哈。嗯。我去的时间就是澳洲足济火星。嗯。哈。啊，所以伊讲火星清气，啊，即、這个。即、这个我有一个朋友，伊是英国人，嗯、英国人移民去澳洲，吼、嗯，啊，伊就伫即间公司上班。嗯。啊，伊是我去啊上课，伊是做老师啦，嗯、啊 ，instructor 哈、啊。嗯。啊，所以我甲伊有较熟，嗯，甲伊较熟。嗯。啊，一般摆伊会带我去外口去佚佗，去行行咧。嗯。啊，伊带我去海边去行。伫街路咧行时吼，嗯，我就甲伊讲讲，哎、欸，你脚车边买后，是安那拢规百个弧形，哈，对弧形拢对条条，哎，对条条，弧形夹西皮，妈伊迄是脚车边有变变无七条，嘿，无啦，啊像咱嘛是同款啊，你嘛同款咯，同款啊，伊会停伫你个脚车边，伊嘛停伫我个脚车边，啊，我会停看袂着嘛，哦、我个人看伊看会着吼，我、哦啊、所以足怪奇，就是迄个年代吼、嗯，澳洲即个弧形足济，嗯。啊！因个政府拢无想讲要来解决即件代志。即个毋知，爱着因个想法着、嗯，啊，即好像拢清气啊。啊，若食饭嘞，食饭嘛，啊，嘛即马做伙食。嘿，伊个菜嘛，即马买着买，啊，因拢袂晓紧。呵呵，哦，我毋知即马是毋是有无共款，我毋知啦，吼、嗯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即、這个、嗯、有一天吼、哦，我即个朋友，嗯，伊号做 Alan Peacock，、嗯、Peacock 讲起来是敢若孔雀啊。孔雀，哈、哦、，Alan， 啊，伊甲我讲讲，哎、欸，咱来打猎，拍猎啦。嗯嗯。讲、嗯、哦，拍猎好啊。嗯。哦，啊，就伊个招我，啊，佮伊一个朋友，阮三个人赛车、嗯嗯，哦，赛足久哦。啊，你迄阵啊，你着有迄落枪支的迄落执照啊吗？无。哦。无，啊，我毋知因到底爱执照免，我毋知。爱啊。哦。嗯。啊，阮三个人嘛，赛车才赛差不多四五点钟哦。哦，很哦。哦，四五点钟，差不多伫台北赛到高雄，哦，赛四五点钟，赛足久诶。嗯。啊，去到一个农场诶山啦，迄种山嘛，吼、嗯，啊，因拢饲即个牛。嗯。两款诶牛，一款是羚牛嘛，嗯、一款是肉牛。啊，因牛屎拢足清气诶，牛食草诶。嘿，对。一款是羚牛，一款是肉牛。嗯。啊，伊带我去迄个所在是饲肉牛。嗯。啊。啊，伫咧行个过程内底，我来发现讲、嗯，哦，即、這个草，因遐拢食是草嘛，牛拢食草，对不对？哈、欸。草嘿。啊，因为牛食草，啊牛放屎，对不对？屎、嗯，所以伫迄个涂骹。啊、嗯。啊，就捉一款，叫做狗牙。嗯。啊，狗遐足大只哦，狗遐毋是细只，啊，你狗遐足济吼，规阵安尼伫个草地安尼行，嗯，我发现迄款，哎、欸，我袂记得我到底有翕相啊无吼，嗯，迄、那个狗遐规阵吼，行、嗯、出来迄条路吼，伫草地安尼行做高速公路安尼，规条光光，规条光光拢袂发臭，嘿，迄是安怎？啥物原因？啊，就。到遐一直踮啊行。哦，24小时不停安尼行，行到迄个草啊拢袂生着。啊，就敢像咱高速公路袂发臭同款啊，吼、啊，伊、啊、着、嗯哦、啊，足宽，差不多伫要七八公分安尼吼，七八公分安宽宽。伊嘛，伊家己建造一条高速公路。对，啊，真济，哎，无限，啊，着搁一条，无限，着搁一条。嘿嘿嘿。哎，我感觉，哎、欸，你若无，你讲要去澳洲？观光对无，一般般你若讲去野外去，去人咧饲牛个所在，哎、嗯欸，你会发现哎，无同款个物件，嘿，我感觉真趣味。系啊，哎、欸，奇怪吼，啊，伊那伊迄落动物敢袂讲安尼，迄落牛安尼行来行去，甲打着安尼安尼。啊，打着无法度啊，打着死就死啊。我打着伊个路，又搁定开毋？袂。嗯嗯。袂。哎、欸，我袂想着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嘿，啊，即、這个阮三个人特别去拍篮嘛，吼、嗯，啊，伊炸三支枪，嗯，炸三支枪，三支拢是卡宾枪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两个外国啊，伊嘛拢真好啦，伊甲我讲，诶、欸，这支较好诶，互我用，较好卡宾枪互我用，嗯，啊，就去拍篮，主要伊是要拍迄个袋鼠，嘿，啊，就是。袋鼠要安怎讲？
放弃。毋是，袋鼠还算是啊，毋是毋是，袋鼠就是迄、那个伊个囝生咧，啊，寄伫个即个胸坎仔遐，对，啊，脚足悬个，伫个路啊安尼走来走去嘿，对，袋鼠有时会叫人车弄死啊。对，袋鼠徛起来比咱人较悬，对，比咱人较悬，啊，因就是要去拍袋鼠啦，啊，蚕兔啊。哎，因遐袋鼠敢袂使拍？啊！伫山顶政府也管袂着啊！哦，啊！搁你拍死个车内无人看到。啊！搁你个土地拢私人个土地。哦。啊，私人土地。嗯。啊，有一边吼，我看到差不多一百米、七八十米至一百米，迄个远有一只兔啊。嗯。吼！啊！我伊卡宾枪起来，啊！就甲砰一声吼。嗯。啊！我看兔仔就安尼倒落去。嗯。吼！兔仔倒落去。哦，我着足欢喜个，拍着啊嘛吼，着赶紧走去。有所收获，嗯。走去，啊，我迄个倒手也穿正手吼，正手着去甲迄只兔仔抓起来。嗯。哦，因为拄只迄嘛，还佫烧烧嘛吼，啊，迄个皮佫，迄个毛佫软软，迄毛佫软软，啊，我安尼抱起来，我有一点仔失神，嗯，有一点仔失神吼，啊，迄只兔仔扑一个，落咧涂骹。嗯。留咧涂骹吼，还阁活咧？毋是还活咧哦，瞬间就无看人。留咧涂骹吼，因为伊假死甲你骗。啊是。你无看到花吗？无无。兔仔拼活。我的感觉是，迄只兔仔毋是去我拍着，是惊着。哎，惊甲昏去啦。我伫想伊，因为我甲绑起来拢无留花。嘿，规拢无吼，啊。伊可能有几秒钟啊，吼，啊，可能一分钟啊，几秒钟啊，安尼。你甲摕起来了，就安尼撑过。哎，就撑起来，撑起来。啊，我实在讲，我直接拖啊，甲抓起来，伊是吼，我甲揽嘞，吼，揽嘞。啊，伊突然间撑起来，撑起来，伊后踢一下，扑一下，就落去，落去，我就袂负气啊，因为拖来跳足紧，啊，就要走起。啊，你有拍，有影拍到迄个袋鼠无？袋鼠实在讲。嗯、有袋鼠，但是袋鼠足大只。嗯，我听这两个朋友在咧讲吼，你若要拍袋鼠哦，差不多要三粒至五粒枪支才拍，才拍。才拍会死嘿。普通你若一只拍一粒吼，伊嘛。伊会走来攻击你。嗯。无啦，遮远也袂啦。哦。啊，遮远也袂。哦。嘿，就是讲拍袂死啦。嗯嗯嗯。啊，所以迄天吼，我毋着拍着一只嘛吼。啊，有着无着我毋知啦，反正有甲揽着安尼啦吼。嗯嗯嗯。啊，另外这两个朋友敢若有拍着两只，嗯，拍着两只吼。迄暗，阮就住伫一个，以后阁有迄款叫做细细间个，敢若像草寮啊安尼，嗯，吼，工寮，嗯，啊，敢像工寮安尼，啊是比工寮较打猎的寮啦，嘿，较好一丝啊，住伫遐还阁有水，还阁有通啊煮，吼，啊因着去甲这兔仔毛白白个吼，啊。啊，摕去一个鼎，啊，就开始煮好啊，啊，就开始要食。因讲哦，足好食，足好食，实在讲哦，嗯，我毋敢食。啊，若是恻隐之心，也是讲拄只迄款的情形，你还搁惊一个。我嘛想袂出来，啊，毋是我闻着迄个味吼，哪会遮臭臊啊？对，足臭臊。足臭臊吼，我毋敢食。烹调的方式啊，嘿啦。嘿。咱若咱遮的人，拢若食兔仔肉，食啥物肉，菜市嘛有得卖兔仔肉，进口的嘛有啊。迄啰，你兔仔肉摕倒来了，爱用。滚水炸过了，用冷水落去倒到冷了后，你搭下姜啊下啥落去煮安尼，啊，着会香味，着袂臭臊啊。嘿啦，我讲无，你上无倒一寡米酒落去，对无？嘿，对，较香。啊，无，我干呐闻着。姜啊，米酒啊，吼，啊，搁别项，嘿。我闻着臭臊味，哦，我都毋敢食。嗯。啊，所以讲人打猎，人着有享受着，啊，你拢无啦。因为这嘛是一个经验，就是讲，哦，我捌去拍着兔啊，到底有拍着无，我毋知啦，吼，纯粹有，哦，我感觉，哎呀，我嘛捌拍着，因为伫台湾我嘛捌，拍，我嘛捌拍打猎，阮阿因为阮阿叔吼，伊有白，有一支枪，
啊，我有看到迄个板架，哦，伫阮的迄个黄啊，黄啊黄，黄啊，你知啦吼？哎，我知影。伫黄啊黄吼，我看到哎有板架条，赶紧走转去。嗯。阿叔阿叔，你迄个青椒啊，嗯，伊讲好啊，摕去。啊，我就瞄准了，嗯，砰一声，啥嘛无着。哈哈哈！家己吓走的。因为迄摆未做兵。哦，咱台湾哦，若讲迄落拍拉的人吼，原住民上济就是去拍碰刺啊。哦。树仔顶的迄碰刺啊，走来走去的碰刺啊。你若让我做兵以后啊，吼，应该会帮甲我拍着啊。哦。知影变来瞄准，嘿，知影变来瞄准，嘿。你莫瞄准伤久，你着爱看准准了，穿起起就砰落去，就着着啊。哦。啊，这个我讲着这个。朋友，嗯，啊，伊叫做 Alan 哈、嗯、，Alan， 啊，伊一半摆会来台湾，嗯，来台湾支援阮的岗位嘛，哈，哎，啊，是讲有新的产品哈，就、嗯、来甲阮介绍，哎、嗯，啊，来台湾的是我嘛会带伊去餐厅食饭，哎，四界行行，哎，啊，有时嘛带阮某甲阮查某囝带进去，嗯，啊。啊，伊嘛足介意阮查某囝，细细汉仔嘛，伊嘛走到三四岁安尼。足古锥个啊！哎，走两三岁、三四岁安尼拍拍照。啊，啊有一天哦，足趣味个，我就带这个 Alan 哈、嗯、来仁爱路一间西餐厅，我袂记得伫啥物所在去啊哈。两个人去食西餐，我请食饭。嗯。啊，我就点一盘。一份即个叫做鳕鱼、嗯、鳝鱼，嗯，啊，伊着点一份鳟鱼，嗯，哦，啊，点煞伊个菜单摕去，啊，两个人开讲开讲，哎，啊，迄个小姐哈，嗯，迄个小姐伊着捧一盘鱼，嗯，放伫我头前，放伫我头前，啊，我着开始、嗯、就开始食，嗯，啊，开始食，我讲哎，即个我开始食，伊讲嗯，食食，啊好，过无偌久。小姐佫捧一盘，放伊头前。嗯。伊拢点点。嗯。讲哎，食、欸、食。嗯。不点点，我啊，你哪唔食？嗯。伊讲我无点迄。哦，迄唔是伊点的。伊点的是我一盘。伊点的你在食。你嘛太紧啦。唔是。我甲你讲。你若无小看影一下，讲我是唔是？唔是，我甲你讲。我山顶人哈，下面就刷鱼，下面就鳟鱼，我哪知？嗯，反正是鱼就对了。反正鱼就对了，哈啊！我点刷鱼，啊，你摕一盘鱼来，啊，我就吃嘛。鱼啊，就吃。对，啊，我就感觉怪奇，这个。啊，伊无看到呢。我就感觉这 Alan 哈。嗯。伊明知知影我去食着鱼粉，伊哪会唔讲？本来想看你着安尼，哦，啊，着足好啊，伊着袂使讲，哎、欸，迄我的安尼啦，歹势吧？啊，我足老贵，你敢知影？我想，哎呀，我来去食着鱼粉啦。啊，结果伊唔食。好、哦。啊，尾后我来叫小姐啦，啊，小姐，歹势歹势，伊来讲什么代志？我讲哎呀嘿，伊点鳟鱼，我点刷鱼，哈、哦。嗯。啊，我即马是食着鱼鳟鱼，当边那好。嗯。啊！这小姐赶紧走入去，就去甲经理讲，嗯，啊，去甲报告，嗯，尾仔经理走出来，嗯，一直回信你，嗯，吼，啊，因为我感觉这个问题出在这个小姐，嘿，吼，伊应该要有记忆，伊也应该知影讲什么人点什么，什么人点什么，咱这么拢安尼嘛，对啊，对啊，啊，伊也无严格训练呢，系对，嗯，所以经理一直出来回信你，回信你，啊，安尼歹势歹势吼，这么安尼。我跟你讲，我搁准备一份的鳟鱼，嗯，吼、哦，嗯，啊，准备这个鳟鱼吼，一份，嗯，我请，今日出钱，嗯，伊要请，伊要赔罪就对啦，嗯，吼、哦，哦，我实在够无面子，你敢知吼？嗯，啊，实在嘛无多，因为我都唔捌嘛，嗯，哈哈，你都想不起来，啊，我，你无等两个人拢好啊，哦，来老师请用。哎呀，对，我嘛无啦，吼、哦，无想到你敢知啊？啊，我感觉鳝鱼就足好食呢啊，啊，但是伊的鳟鱼更加好食，嗯，我袂得知。因那个外国人嘛，哈、嗯，因是较守原则啦，伊就是讲我叫这个，我就是食这个是那个
应该安尼吧。是，所以对这件代志来讲吼，我是感觉外国人伊较会为着伊自己来管理，吼、嗯嗯哦，我出偌济钱买食啥物件，你就爱啥物件互我食。嘿啦嘿。吼、哦，较守原则。嘿，啊，咱台湾人较凊彩，对我来讲。啊、对我来讲，你若我若点鳟鱼，你点鳕鱼对吧？哈。啊，凊彩啦，凊彩，反正鱼啦，你吃你吃，哦，好啊，好啦，凊彩安尼。对我来讲，我有吃就好啊啦，鳟鱼鳕鱼拢同款。啊，有够老平吼。没啦没啦，安尼还好啦，人搁搁给你一分嘞，人搁给你赔罪一分嘞。啊，对啊对啊对啊。那后边安尼有一边，咱就知影安尼，是嘿啦。啊，这个。艾伦哈，伊来台湾哈、嗯，啊，我有带伊登去万里，嗯，因为阮老爸老母也搁住伫万里，嗯，啊，我就带伊登去，住伊阮兜，伫阮兜困，嗯，啊，我就带伊去阮个，因为阮个兄弟拢无，拢伫北部嘛，嗯，啊，所以房间拢阴阴，对，啊，我就带伊讲，你暗到踮阮兜困，无晓你住旅馆啦吼，你踮阮兜困就好，啊，即间房间，即间是我个。啊，因为我结婚嘛无偌久哈，无、几年，即、這个我的房间互你睏，也是讲诶，即间空诶互你睏，也是即间互你睏，啊就因为阮咧厝几啊间，几啊间，啊伊着即间看看咧，迄间看看，迄间看看，伊讲诶，我要睏即间，迄间是啥呢？高山眠床。哦，好好好，诶，八角面迄顶悬有迄落顶，诶，对，高山眠床，伊讲要睏即间。啊，我就甲阮老母讲，啊，伊摕一台迄个枕头互伊，吼，摕一台枕头互伊，啊，伊讲就伫阮兜睏，啊，睏了敢若真舒适哦，敢若真介意吼，因为阮个眠床拢高大眠床房啊嘛，系啊系啊，啊，过过几年以后，嗯，过一摆，伊过来台湾，嗯，我嘛过带伊去湾里，嘛过睏咧迄个眠床，嗯。伊就甲我讲，讲嘿 ，Vincent， 我要搁贴迄个顶边群迄粒石头的枕头。嗯。我伫咧想，阮兜哪有石头的枕头？我就去问阮老母，讲妈妈，咱敢有石头的枕头？阮爸讲无咧，咱兜哪有石头枕头？啊，我就去甲伊讲，无啊，阮兜无石头。有啊有啊，顶边我着睏着，明明着有。嗯。我问阮母啊，着明明着无。啊，我感觉毋是石头枕头，应该是迄个做垫，也是底啊去底啊去编，迄个枕头。确定就对啦，嘿。确定。甲因迄外国人枕头大个，软安尼。软，嘿，可能无共。啊，我个感觉是阮兜有迄款着做，毋知是垫。啊，是米啊，哈，竹米啊，去编迄个枕头有啦。嗯。啊，足趣味，这外国啊，哈。嗯。甲我虽然是客户来讲啦，哈，啊，迄个事交嘛，敢若袂歹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伊即马嘛退休啊吧？哦。嗯，因为我离开这间医疗公司以后，哈，啊，我去电脑公司，啊，就无联络啊。哦哦。嘿，无联络。同事嘛，吼，同事，是。嘿，算同事客户安尼。是。系啊系啊。啊。所以讲，哦，我感觉你的人生嘛，嘛足丰富的哦。啊，真趣味啦。啊，人无安尼，有迄款的过程，你就有迄款的过程安尼。哎，我感觉老天啦，哈，老天啊，哈，对我敢那也袂歹。拢时常甲我照顾，啊安排一寡，对，安排一寡，伊可能我毋捌拄着诶代志，互我，敢那啊，当然啦，漏开诶代志嘛，较新鲜，啊，即摆回想起来就较新鲜。嘿，啊，实在讲，就是安尼，才有即个故事通好开讲。嘿啊，啊你今仔日诶迄落歌词呢？啊，我看我会晓念无？咱即个人生不足歌吼，就要结束啊，哈。嘿，来，这今仔日嘞，啊是，专劝世间人嘛，世人嘿，专劝世人做好事，边挂精神提功夫，着用较深才享有，专是小劝无虚词，一生道德若毋守，拄着法律难得求。你看有人栽主秀，
手机安分免忧愁。你即马讲的即句话，你看有人宅住修哈、嗯，我嘛有一挂朋友哈、嗯，就是讲，拢爱去看，可以啊，佫有，爱去甲别人比较，嘿，哦，啊，一天干点万的，福禄寿，嘿，一天干，啊，主要是讲，唔是讲住甲修啦，主要人讲宅啦，嘿、嗯、啦，啊，别人是安尼才好个，我乃无钱，嗯哎呀，无紧吼，迄伊爱去比较，我只求莫枵死，我着足欢喜啊！做人若要守本分，艰苦免久前着春，毋通烦恼袂食困，暂收应有大大趁银。对，即、這个哎，对，即、這个说来讲银吼，老师咧教做人精神爱发现，咱来世间无几年。看到灾界就大变，找无机会大枉然。哎，有个人嘛是会点啊讲讲啊，我是足歹命、足歹运的，是安那讲？别人买迄个做乐透，拢买，拢会中，我拢买。对啊，人中了拢十几亿啊，啊，搁有三十几亿啊。啊，别人、那個。啊，我含两百块就钓袂着啊。对啊，前摆发票两百块就钓袂着。我做你，嘿啊，我做你对发票嘛是对到规塔，拢含两百块拢无对着啊。啊，我甲你讲发票，我拢袂咧对。嗯。你讲知影我无偏财运，哈哈哈哈哈，免对，免浪费你的精神。嗯。无，咱若咧看电视吼，啊，着加减哪对安尼啦，嘿。像阮查某囝一摆摆伊甲讲，发，我要对发票。我讲你拜托你莫用迄个时间了，迄个时间啦，你去做一挂有意义的代志，好无？看一本啊册安尼嘛，敢赢许？嘿，因为你对着迄两百块，啊，食袂饱，哈哈。嗯。我毋免食饱，摕去干吗店，摕去洗碗遐去换油、豆油啊、盐嘛，迄食用迄几年。不过，讲到阮查某囝吼，实在我爱甲顶一下，你敢知？好啊，顶啊顶。是毋是顶边捌甲你讲过？我袂记啊吼。嗯。因为伊去美国读册嘛吼。系。啊，我拢无钱给伊哦吼。嗯。有一天，伊甲我讲，伊去迄个非洲个做。嗯。做一间非洲国家，足无钱哦。迄个赛，迄个，趁着赛迄个。单着赛因个国家，迄个国家叫啥物？叫啥物？非洲啥物所在哦？坦德赛，坦德赛因国家，嘿，就是伊去找一个囡仔，伊有做世界展望会款啦，是吼？去饲一个囡仔，查某囡仔。伊甲我讲是已经饲几啊年啊？一个月1000，后尾也变1500。比我较有爱心啦，我查某囝。大学生尔，就遮尔有爱心，所以我第一想讲，哎，若有这查某囝，就遐爱顶一个啦，会当叫人讲吼，迄落去认迄落，非洲国家也是咱原住民的所在，啊，家吼。所以平常是我家讲的，你莫甲钱看伤重，吼，你爱去。你若有机会，尽量去甲人斗相共安尼。对，嘿。啊，我还袂开始咧，人伊咧做啊。等到你想着爸，等你想着上班啊啦，我已经讲几啊年拢在认囡仔啦，嘿。系啊。好来，劝人劝专劝细人最好事。嗯。啊，即马过来清唱啦，吼。好，清唱了，再弹琴啦。大唱，大唱，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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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全坑世人哩，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哩哒哒，做好事哩，变卦精神啊，提功夫啊，着用较深才享有，全是烧光无虚事啊。一生道德哩，噔哒哒哩哒噔哒噔哒哩哒噔，若唔修，拄到法律啦，难得求啊！你看有人会在自修，手机安分是免忧愁啊！做人若袂理，咱得了哩得，咱得咱得哩得，咱守本分哩，艰苦免久啊，
钱着剩来，唔通烦恼，袂食困，占寿应有大趁运来。做人精神哩，难得哩得，难得难得哩得，爱发电哪里？咱来世间的无几年哎，看到再改就大变，找无机会是大枉然。哒啦哩得哒，咦。这就有影，爱迄落啦，唔通看钱拿命安尼啦。嗯。啊，不过你甲看，足侪人拢安尼啊！我早起才看到迄、那个，迄、个网络上一个笑话嘛吼。嗯。啥物咧？一人去买，一人伫咧卖馒头。嗯。吼、哦，馒头，啊，因囝讲，妈妈，我巴肚枵，要食馒头。嗯。母讲，别使，这馒头你甲看。足芳足好食，白白泡泡吼，又绵绵对无吼，足好食。但是咧，内底拢放物件，才会较好食。你袂使，你去食隔壁迄个、迄个叫做迄个面啦。嘿，食隔壁的面，大面嘿。啊，伊就去食隔壁面。啊，隔壁煮面的人，就因囝讲，妈妈，我巴肚枵，要食一碗面。母啊讲，袂使，咱这面拢掺伊可能好食的物件，你袂使食嘞。可怜啊，嘿，大家拢咧。做迄假物件，嘿，着拢下药啊，互伊口味较好咧，安尼。啊，着干呐要爱钱，啊，所以你若叫伊害着别人健康吼，是来讲你趁我。所以讲，咱台湾你看，逐间病院啦，啊是讲啥物癌症啥物迄落，迄病院比菜市啊，佫较人佫较慢咧。是啊，无毋对啊，咱安尼，哦，毋，迄话毋通安尼讲。啊，所以我毋知个，我毋知个想讲，去做田吼，种一寡遮物件，啊，我就是无爱用药啊，啊，来无爱用番薯哦，若野迄落落去吼，哦，迄拢安尼足大条足水个。是块番薯嘛，真好食吼。嘿啊嘿啊。啊，你敢是这几工要落来，要来阮哩？嘿啊，有在想啊，啊，着讲，迄个三阳老师讲，伊毋知影路啊，啊，等你个路线图来啊。免，啊，去坐火车嘛。嗯。若是坐火车，会使坐到晚里，我出来载。好啦，好啦。吓，啊，几点到？到我讲一下呢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吓，酒不要酒团啦，咱会当去的人先来安尼啦。吓。吓，好，好，来开始。全光世人。
谢谢。哦，也足好听的，嘿啊，那这个，迄啰讲找无机会大，迄啰大往年啦，啊讲哦，看到灾界着大变。你看迄个立法委员啊，是啊，你看要惊死人哟。唔呐，立法委员，你感觉最近咧？啊，遐个官员个呀，法官、检察官啊，无着爱硬抢。最近即个镇民代表啦，哈，公所啦，即乡长、镇长啦，嘛是安尼。你着看着钱，啊，着头着讲啊。目睭拢金起来，哎，对啊，对啊。实在毋免安尼啦，做人毋免安尼啦。因为你贪这钱，实在讲到尾拢食袂着嘛。对啊，对啊。是啊，就是安尼啊，所以讲哦，咱也是爱听老师的文生老师的这个劝世歌吼，哪听啦？啊，有影咱迄爱家己受着，迄别人无你的烦呢。我最近有看到迄个有人伫咧讲刘碧云。啊哈，刘碧云伊迄个物件咧讲，咱嘿，2020年，吼。会出大代志嘛？哦，出大代志，伊讲，即个那善人，哈，一万人会留一千，剩一千。对，嘿。啊，那好野人，一万留两个。嗯嗯嗯。所以，较善的人，普通心较好啦。嗯，较有。哈，心较好。啊，你呐？较有根底啦。哈，对。啊，好野人一般拢咧享乐嘛，拢咧享受，较享受，所以我就是感觉咱钱毋免济啦，啊，我著感觉讲三顿有通啊食就好啊。嘿，你来讲，咱做会到的人啦，吼，咱家己食，啊，佫有剩食的物件吼。嗯。我嘛真想讲，即个咱，因为我捌去台北车头，也是讲迄个台北地下街，暗时去吼，吼，足侪迄款游民嘛。对啊。游民拢安尼。实在讲有较可怜，伊即摆寒到要死，啊，搁落雨澹澹，啊，涂骹用一个迄个做房啊，纸房，纸房铺落去，啊，就点啊睏。是啊。吼，啊，你若讲咱做，啊，若热天嘞，啊，倒遐搁雨房啊，冻到要死，安尼。所以，嘿，所以咱若有办法是互相斗相共啦。你讲，若会使，你就送两领迄个做外套去互伊穿，啊，就摕一包物件去互伊食一下安尼吼。是啊，是啊。嘿，啊，就是讲安尼，啊，老生就在认迄啰非洲国家，就在认囝吼，迄嘛无算囝啦，伊拄着看着你的时阵嘛是叫你大姐姐吼，伊嘛是安尼叫尔啦。好啦，啊，今足感谢咱啊文生老师吼，啊芭蕉树卡的迄啰音乐会11月17日嘛吼，啊坐车到万里嘛，若要去的人先伫老迄啰文生老师的这个文。叶文生哈，声音的声哈，啊文，嘿，新闻的文哈，叶文生的迄啰 FB 哈，先给留一个话也是安尼。哦，也是给咱留一个哈。嘿，你嘛会使留我遮来报名，讲要去，啊，看你要家己赛车去，也是要迄啰叫伊出来载安尼，因为哦，咱煮番薯汤，你若来到，哦，来到足侪人，结果你煮安尼两三碗安尼，遮大个，遮大个，我讲较大个，啊，若讲哦，叫谁会来足侪哦，我煮到两脚鼎，啊，结果无人食呢。啊，我来食咧，到过年啊。所以讲，伊要准备要食的物件，爱提前报名，吼，啊，搭袂去伤济浪费啦，啊，食无够是漏亏啦，吼。是。哦，好，安尼，啊，今仔足感谢大家收看吼，啊，大家都爱平安咯，吼，祝大家平安，嘿。找回诚实佮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；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